反正结果维拉法兰卡呼天抢地大喊冤枉，他声称机体的答案和上次不同，他一向忠实地遵循机体的指示，然后他就辞职了，我们没法留住他，强调这是合理的怀疑，他过去的表现令人满意等等，当然只能给他较低的职位，至少得这么做，对于过错不能不闻不问呢，那样会破坏纪律。我说到哪儿了？你们设法留住他。对，他拒绝了。好吧，统统加在一起，我们落后了2个月。妈的，那不算什么。拜尔莱伸出了一只手，以手指轻敲桌面。维拉法兰卡怪罪机体，对不对？这个嘛，他总不会怪他自己吧？让我们面对现实，人性是我们的老朋友。此外，现在我又想起另一件事儿，为什么我要的文件总是偏偏找不到呢？我的档案系统一文不值。这个维拉法兰卡是你们北界一个组织的成员，墨西哥太接近北界，这是麻烦之一。你说的是什么组织？人们管它叫人本协会，他常常参加在纽约举行的年会。我是说这个维拉法兰卡，他们是一伙狂人，但没什么害处，他们不喜欢机体，声称他们毁掉了人类的进取心，所以维拉法兰卡自然的就会怪罪机体。我自己不了解那群人，看看首都市，人类像是失去了进取心吗？首都市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，黄金般的荣耀中，它是都市智人最新推出的一件产物。欧罗巴界域面积400万平方英里，人口3亿，首都日内瓦。在好几方面，欧罗巴界域都是个艺术。就规模而言，它比其他界域小得多，它的面积不到热带界域的1/5，人口则不到东方界域的1/5。就地理而言，它与前原子时代的欧洲只有几分相似，因为并不包括当年的俄罗斯的欧洲部分，以及当年的不列颠群岛，却涵盖了非洲与亚洲的地中海岸，甚至越过大西洋，将阿根廷、智利与乌拉圭包括在内。他也不太可能提高自己的地位来和其他界域并驾齐驱，顶多只有南美洲地区带来的活力例外。在四大界域中，过去半世纪以来，唯有他呈现明显的人口锐减，也唯有他并未积极发展生产设备或对人类文化做出任何崭新的贡献。欧罗巴，齐格斯·苏斯卡夫人以轻软的法语说，本质上是北方界域的经济附庸，这点我们知道，不过没有关系。在副总协女士的办公室里，墙上并没有挂着欧罗巴地图，仿佛她彻底接受欠缺独立性这个事实。然而，拜尔莱特别指出，你们有一台自己的机体，而且你们当然并未受到大洋对岸的经济压力。一台机体，呸！他耸了耸纤细的肩膀，用细长的手指按吸香烟，并让一抹浅笑掠过他娇小的面庞。欧罗巴
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。我们的人不是设法移民热带，就是跟他一起变得无精打采，死气沉沉。你自己看到了，副总协这个担子落在我，一个弱女子的身上。幸好这不是困难的工作，没人指望我有多大的作为。至于机体，他除了会说这样做对你们最好，还能说些什么呢？可是什么才对我们最好呢？作为北方界域的经济附庸，这样很可怕吗？没有战争啊，我们活在太平岁月，经过7000年的战乱之后，这是个可喜的结果。我们是古老的国度，拜尔莱君，在我们的边境，某些地区曾是西方文明的摇篮。我们有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，克里特和叙利亚，小亚细亚和希腊，但古老未必代表悲惨岁月，它也可以是丰硕的。啊，或许你说的对，至少在这儿，生活的步调不像其他界域那么紧张，这是个愉快的气氛。拜尔莱殷勤地说。可不是吗？茶来了。拜尔莱君，请问你喜欢哪种奶精和砂糖？谢谢你。他轻轻地呷了一口，然后继续说道：的确是愉快。世界的其他部分大可继续斗争。我在历史上找到了类比，一个非常有趣的类比。曾有一段时期，罗马是世界的共主，它承继了希腊的文化和文明，而希腊却从未统一过。它以战争埋葬了自己，在一堆烂摊子中走向尽头。罗马将它统一，为它带来和平，让它生活在安全的平淡中。它致力发展哲学和艺术，远离战争和扩张所导致的冲突，这可算是一种死亡，却带来休养生息的机会。结果，他在小风小浪中持续了大约400年。然而，罗马最后终究灭亡了，一场幻梦也随之结束。如今已不再有倾覆文明的野蛮人，我们自己便有可能扮演这个角色。齐格斯苏斯卡夫人，啊，我正打算问你，阿马丹水银矿的产量一落千丈，总不会是蕴藏量下降的比预期迅速吧？娇小妇人的灰色眼珠机灵地盯着拜尔莱。野蛮人，文明的衰亡，机体可能的故障。你的思考过程非常的透明，拜尔莱君。啊，是吗？我看得出来，我早该像以前那样派人去处理这件事儿。你将阿马丹事件视为机体的过失吗？绝对没有。但我猜你倒是这么想的。你自己是北方界域土生土长的，而且总协的中央办公室位于纽约。我还注意到了好一阵子，你们北界人对机体缺乏几分信心。是吗？你们的人本协会在北方势力强大，但在死气沉沉的古老欧罗巴，我们相当乐意让虚弱的人心静养一阵。他自然补充不了什么新鲜血液。不用说，你属于那个充满自信的北方，而不是这个
愤世嫉俗的古老大陆。这和阿玛丹有关联吗？哦，有的，我想是有的。那些矿区在统一尘沙公司的控制下，它当然是一家北界公司，总部设在尼克拉夫。私底下，我怀疑他们的董事会究竟有没有在咨询机体。在我们上个月举行的会议中，他们说他们有，当然，我们没有任何反证。但在这件事情上，请别介意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我都不会相信北界人的说法。纵然如此，我想还是会有圆满的结局的。这话怎么说，亲爱的女士？你必须了解，过去几个月的经济动荡已经在西班牙地区造成了不小的骚动。它虽然比不上过去的大风大浪，却对我们平静无波的心境造成了相当的扰动。据我了解，该公司正准备把矿区卖给当地一群西班牙人，这很令人欣慰。如果我们真是北方的经济附庸，让这个事实过分宣扬就是耻辱。然而，你对我们的人可以比较放心，他们会忠实地遵从机体的。这么说，你认为不会再有麻烦了？我确定不会再有，至少阿玛丹不会再有。北方界域，面积1800万平方英里，人口8亿，首都渥太华。在西兰姆·麦肯日副总协位于渥太华的办公室中，有一幅以北极为中心的地图。除了属于欧罗巴的斯堪的纳维亚区与冰岛区之外，北极地区全都是北方界域的版图。北方界域在许多方面都是世界之冠，而从这张地图便能看出端倪。它可约略分成两大地区，地图左方是格兰河以北的整个北美洲，右方则包括当年苏联的全部疆域。这两个地区加在一起，代表了原子时代初期地球上的核心势力。位于两者之间的是大不列颠，它像是该界域舔向欧罗巴的舌头。而在地图的顶端，扭曲放大成怪模怪样的，则是澳大利亚与纽西兰，两者同样是这个界域的成员。过去数十年的一切变化，皆未能改变北方是全球经济主宰这项事实。因此，在拜尔莱所见过的官方界域地图中，唯有麦肯日的版本画出了整个地球，仿佛表示北方无惧于竞争，无需特别强调自己的显著地位。这个事实几乎便是一个夸耀的象征。不可能！麦肯日一面喝着威士忌，一面以倔强的口吻说：拜尔莱先生，我相信你没有受过机器人技师的训练。没错，我没有。这个嘛，秦修林、勾马和齐格斯、苏斯卡也都没有。在我看来，这实在是大不幸。地球居民有个太普遍的看法，认为总协只需要具有组织的长才、兼容并蓄的胸怀以及和蔼可亲就行了。但如今这个年头，他也应该了解机器人学，请别介意我这样说。啊，我不介意，我同意你的说法。比方说，根据你刚刚讲的那些话，我猜你是在忧心最近世界经济的小小脱序。我不知道你怀疑些什么，
但过去曾有人想到，他们应该知道的比你多。万一有错误的资料输入机体，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，麦肯日先生？这个嘛，这位苏格兰人挪了挪屁股，叹了口气。搜集来的所有资料都会通过一个复杂的筛选系统，由人工和机器做双重检查，所以这种问题不太可能发生。但我们暂且忘掉这一点，人容易犯错，也容易堕落，普通的机械装置则容易出现机械故障。问题真正的重点在于，我们所谓的错误资料，是指和所有已知资料不一致的那些，这是我们判断正误的唯一依据。对机体而言也是一样，比方说，假如你命令它根据七月份平均气温为57华氏度的资料指导爱荷华州的农业活动，它是不会接受的，它不会给出任何答案，并不是由于它对那个特殊的气温有任何的成见，或者不可能得出一个答案，而是因为根据历年来输给它的所有资料，它知道七月份平均气温为57度的机会趋近于零，因此他拒绝接受这个资料。唯一能将错误资料强行输入机体的办法，是把它藏在一组自圆其说的完整的资料里面，其中的资料一律都含有巧妙的错误，不是微妙到机体侦检不出来，就是在机体的经验范围之外。可是前者超出人类的能力，后者也几乎如此，而且随着机体的经验一秒秒的增加，后者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小。史蒂芬·拜尔莱将两根指头放到鼻梁上。这么说，机体不可能被人动手脚，那么你又如何解释最近的这些错误呢？亲爱的拜尔莱，我看得出来你直觉地犯了那个最大的错误，以为机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。让我对你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。在棉纺业这一行，负责采购棉花的人员个个经验丰富，他们检验棉花的手续是从许多捆里面随便挑一捆，再从那一捆中抽出一簇，然后他们用眼睛观察那簇棉花，用手抚摸它，用舌头舔它，还把它梳得起毛，说不定这时还会倾听那阵琵琶声。经由这些手续，他们便能决定这捆棉花的等级，总共有十来种等级，而交易的价格以及棉絮的混合比例都是根据他们的检验结果而定的。好，目前为止，机体还不能够取代这些采购员。为什么？相关资料当然不会太复杂吧？或许不会，但你指的是什么资料呢？没有任何织品化学家知道，当那些采购员抚摸一簇棉花时，他究竟在检验些什么？想必是纤维的平均长度，它们的质感、光滑的程度和特质、缠在一起的方式等等，总共有好几十个项目。他们凭借多年的经验，下意识地一一衡量。但这些检验的定量特性却都是未知数，甚至某些检验的本质或许也是未知数，因此我们没有东西可以输入机体，而那些采购员也无法解释他们自己的判断，他们只能说，这个嘛，看看，你看不出来，它就是某某等级吗？哦，我懂了。
像这样的例子无穷无尽，毕竟机体只是个工具，它替人类分担一些计算和权势的重担，以加速人类进步的步伐。人脑的工作仍旧保持不变，发现需要分析的新资料，发明有待测试的新概念。可惜，人本协会不会了解这一点。他们反对机体吗？假使他们生活在古代，他们还会反对数学，反对文字。这些保守分子声称机体夺走了人类的灵魂。我注意到，在我们的社会中，能干的人仍然是珍贵资源，我们仍然需要那些拥有足够智慧的人想出和提出一些适当的问题。说不定我们若能找到足够的这种人，总协，你忧心的那些脱序现象就不会发生了。地球包括无人居住的南极大陆，陆地面积5400万平方英里，人口33亿，首都纽约。石英板后面的炉火孱弱无力，已不情不愿地燃烧到了尽头。总协一脸忧郁的表情，他的心境恰如逐渐熄灭的火焰。他以低沉的声音说道，他们都尽量将事态淡化，不难想象他们都在嘲笑我吧。可是文圣西佛说机体不可能出毛病，而我必须相信他。西兰姆·麦肯日说他们不会接受错误资料，我也必须相信他。但机体不知怎的出了问题，我同样必须相信这个事实。所以仅仅剩下最后的一个可能。